弄点天旋地转迷魂烟让你尝尝。店里的迷魂烟号称让房间里的人只要闻到烟味就会头晕目眩、意识模糊。电影里的桥段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吗？网络上就有人公开贩售迷魂烟，只要加入账号就能取得购买门路，价格不便宜，20支就要价1500。卖家还狂称效果好，要买家不用担心，强调没有大麻成分，宣称不是毒品，而且货到付款，从日本发货只要5到7天就能送到家，毫不避讳直接公开在网络上贩售，让人担心。这根本是助长李宗瑞们犯案。对啊，也是会怕，可是我们都抽固定的。对啊，这种不认识的烟就不太抽了。别人请的也如果在秘密空间下有一些不明气体，比如像一些镇静剂或迷幻剂的话，当然会觉得头晕啊、昏睡的这种状况。卖家在网络上狂称，这款新型迷魂烟有吸入性麻药和催情成分，使用方法超简单，就算不吸烟的人，只要吸到烟雾也能有迷幻感觉，而且短短1分钟就见效，药效能维持3到4个小时。夸张的吸食效果也引起警方注意，假装买家买了一盒，但收到的烟和普通的香烟根本没两样。那经我们检视之后，它系为一般的香烟，该名的贩售者已经触及那个诈欺的行为。嫌犯就是利用买家意图不轨的心态，收到货也不敢报案进行诈骗。130块的烟卖1500，现赚10倍以上价差，这么好赚，难怪在网络上这么猖狂。现在警方要进一步揪出卖家。记者蔡双吉、黄世云，高雄报道。